正是有着俩糖。虾米？台湾技能出现哪是甲菜是合体？哈唔是啦，是打嘴皮是合照啦。会乎两个人合照，大家一定想袂到是糖在牵线。因为山歌歌好听。又等啊又等啊，搁离题啊啦！话讲中华万林山卡路里段，这位社区百来公车行啊，最近有一种足奇怪的虫出现，这虫看起来真青昏，在人间冷清顶冠乱乱蛇，看起来真恐怖。蚊仔水嘛头袂死，用水嘛淹袂死，真论命了。白起身躯嘛感觉上上，体积大概蚂蚁的一半而已啊，它会跳，还会飞。那、啊、所以你们是用这个布去把它要塞住，希望可以阻挡少一点，少一点。让国民党民进党议员丁晴马龙杀无法，昨透早甲农业处吹来，吹着糖的大本营，可能是这块。那一礼拜吼，伊进前是再堆回来吃吼。好。啊，本来种草的啊。啊，这糖刚好走你厝内底。有哦，地主迄个跟沟通，伊家己嘛做烦恼，做要紧的来处理两三遍的方法。我有去上网去啊查是蚜虫哈，啊对咱的水果植物哈，啊个咱的是迄个身体的皮肤哈。诶，过敏哈，有当时啊，这肥料唔好乌白用哈，这用料连到造成咱环境的污染。张农也出个糖炸灯的化验，并要求果农限期改善。拿车这回头糖，完全是一种革命情感。安尼才对，爱和平相处，不分拿车，安尼台湾才会进步。恁讲是不是呀？哎呀呀呀，哦，爱的宝宝。哎呀呀呀，融化了烦恼。当新闻报完有淡薄上周的感觉呢，那会安尼啊报道。苹果募集100位爆料公民，每月独家爆料2则以上照片或影片，如采用当月就发20000元奖金。爆料拿奖一举数得，照片1000，影片2000元。每周点阅数最高再送奖金50000元。全民监督社会，从爆料做起。爆料请打电话或用 APP 电邮等各种方式。